到来的。那我们今年南港购物中心在这个暑假一连串的规划了好多小孩子的活动。那第一波就是我们这次的恐龙展。那7号到3号又办了一个毛小孩的活动，就宠物展，那那个8月又办了一个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就是那个啤酒节，所以说今年的暑假在南港购物中心是非常丰富，还有很多的活动跟呈现给我们那个台南的乡亲跟台南的消费者。OK。